深圳在我的印象中就是一个森林，我就是住在森林里的那个公主，完全不知道外面世界长什么样了。我已经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我看见你苦苦的笑容，也不难见的时候，这可能是营里最后快乐的时光了。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这么留恋这地方。这事儿啊，挺快乐的。可能我在桃李待太无聊了吧，来这里就蛮快乐的。现在你们手里都有了你们自己的那个贴纸，完了你们可以装饰一下你们自己的小蛮腰。好，这个是你们送给创始人的礼物，想怎么装饰怎么装饰。对。我写好了我的应援，请救救华晨，请救救我，再不救我，我下一轮都也进不去了。我写为我们撑腰，对，为我们撑腰，天然中心为我们撑腰，我还在每一个那个小蛮腰上都贴着贴纸吗？我还写了我的签名，我也想亲手把自己的小蛮腰送到创始人手里。然后我的菜还在每瓶奶上，除了贴照片写名字，我还写了说为一斤撑腰，每天瘦一斤这样。其实我只带了一瓶，我就想的就是是哪个，看看是哪个幸运人会得到我这一瓶小蛮腰。我现在有一个歌单啊，是可以唱 KTV 的。哇，这里面觉得自己是麦霸的请举手。麦霸只有三个人吗？我也是。真假的？我也取了。哦哦哦，好，你不也是麦霸吗？好好好，你也是。 OK 是吗？你还不是吗？我不是。你一张口还有别人唱歌的机会吗？有。那好，刚才举手当麦霸的，这个歌单上的歌随便点。我们应该唱教练去哪儿。教练去哪儿。教练，这献给你们的歌。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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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女儿们，谢谢谢谢。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大叔，看日出。宝宝，宝宝，我们去哪里呀？你爱去哪儿去哪儿。老爸，你喜欢吗？你是我的大叔，你说要陪我一起看日出。老爸，老爸，我们去哪里呀？黄教练、陆教练一直就是感觉像带着我们就是出去郊游，带着小孩出去郊游的感觉。我们也是跟教练距离越来越近了，感觉他们好像真的就像就是每天陪伴我们的就是班主任一样那种感觉。接触了以后就会觉得教练们其实都是特别亲近的人，给我们买水果啊什么的，就是像朋友一样，又似长辈又似朋友。每一次这样子的活动，感觉我们之间的距离又缩短了一些。我终于体会到什么叫做，为什么叫创造营，这次不叫导师了，叫教练，真的是陪伴。哎，这不到我的那个楼了吗？我的那个楼是在那儿呢。哇哦，后面那个。哦，你后面那就是我的楼。欢迎大家来我家。我当年买这个楼的时候，我才两岁。看后面那个楼没有？那个亮最亮，那就是我的楼，我爸送我的礼物。这是我妈送我的，看着没？你送我的是这个，你送我的是这个楼。欢迎来到我的家啊！我一会儿带你们好好玩，好吧？这边好多人啊。
这边好酷啊！哇，就在这儿，好害怕。到了。接下来要选出我们的舞蹈队，我们的舞蹈队有没有谁想去？十号，曼特，来吧，来吧。这个游戏规则就是你们两个看谁喝得快。三，加油！二，李子怡拼了！耶！走起 ，Let's go，Let's go，Let's go，Go go， 走走，加油加油！嗨，人呢？我们的人呢？来来，加油！加油！我现在内心好忐忑呀，我害怕。姐妹们，跟上我！啊，我觉得我害怕，我现在怎么办？我真的。我没见过这么多人，我有点。你好，我是鹿晗。你，你好，我是鹿晗。有点乖呀、啊。我是黄晓彤。你确定我们要这么多人做这个吗？来了来了，他们队呢？他们队呢？怎么办？我有点慌。天哪，我有点被惊讶到了，怎么这么多人？张一凡，张一凡，在路边吗？在这儿吗？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在街头跳舞，可能就是在响应这一季的 slogan， 敢公开处刑，这可太敢了。走，怎么聊？确定了，这是往哪儿走？白桃果粒，真实白石材针。对，怎么改了？没什么人。嗯，洗口说吗？七七，不用花钱。不是在哪儿啊？在这里吗？上哪边？没人。这边，在这里吧。人呢？啊？哪有人？哎呀！哇塞！哇！跟他们打个招呼吧，来，一二三。